备脱衣。好主持人，好主持人，好主持人，好主持人。毕书尽领域系宣传电影有一种喜欢，毕首次出演电影跟新人林映为配对。哇嘞，这是女记者宫斗台湾版吗？导演，这个两位俊男在你左右。哎，才怪，应该是为了画面的和谐啦。多少脱？我觉得大概两张票就给脱了，真脱了。我现在就买两张，就脱了。我说要全脱。一亿的话，宝弟先脱；两亿的话，李玉玺脱。我脱袜子好不好？对，脱袜子、啊。三亿的话就换币了。换币饼刚有人说是要全脱，对，三亿你也是全脱。哦。很猛啊你！他刚瞪你，我是很有爱心的看着你。天哪，毕书尽在西片中饰演柔情男，师弟李玉玺则是花心大萝卜。但现实生活中，李玉玺被拍到和温妮恋情曝光，随即认爱。看来有一种喜欢叫霸气。我喜欢交朋友，对，他很专情。就是第一次认爱都出现，然后我会压力很大。哎。其实还好啦，以不说谎为主。所以那时候做好心理准备。被拍到当然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啦。决定了之后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安。那你有看到他？大家粉丝喜欢，粉丝其实对我很好，大家都对我表示祝福。那个女生在节目上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我要麻了，当然还是会关注。